被 JJ 晾一边，酒力原厂，他嗨过头。其实是 JJ 他可能即兴的想要来一个合唱这样子，那我可能不太清楚状况，所以我就先让他们表演这样子。哦，酒力你不要再说了，再说下去 JJ 会拍谁死啦？代志是安内发生的。谢谢所有帮我投票的朋友们。九零和林俊杰昨晚在深圳出席 QQ 音乐盛典，人在台上的 JJ 疯狂的 Q 台下的歌手朋友们。看到邓紫棋，看到邓紫棋就会想到唱一句熟悉的蔷薇。有没有麦克风啊？JJ 起哄要看场合呢，接着就一步做步步做。我看那个邓紫棋，你就上来吧。麻烦来一下，你就上来吧。敌不过他们的盛情难却，人家紫棋真的上台了。大家赚到嘞！赚到了，赚到了！喂，竟然就把酒令晾在一边，这叫天后情何以堪呐？难道还要听你们唱歌吗？手心的蔷薇，自伤而不自觉。嘿呀，你们上了酒令还不自觉，害人家默默飘下台了啦！明明得奖的是蔡依林，明明也没有把邓紫棋要上台，还唱那么多句。更牛逼啦！好啦好啦，大家都别气啦，酒令娘娘倒是非常淡定。有，他就是也可能嗨过头了。苹果遇浪赖，姐就是大气。报道，独家爆料给苹果，精彩用就播奖金捐你指定的慈善机构，请拨电话或电子邮件苹果日报网站或 APP 的爆料专区，你爆料我捐款。